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好，这边我们鸟鸟选手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带了铁扇公主。一开始就在洗技能，你是不是藐视对手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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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吧？洗技能不是日常工作吗 ？OK， 刚刚我们这边，哇，另外选手就显得很沉稳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有洗技能，他有事先先做准备。好，那这边洗个龙客，祝你消到火珠。洗个龙客，什么什么消火珠？卖我没供。好，这边我们第二关的重点是要避开火珠，同时又要转红绿灯，因为鸟鸟选手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。说什么？但我相信鸟鸟绝对可以克服的。好，我们的挑战者率先进入到我们的电击新珠的这个部分。好，是的，那这边直接爽快的开下了飞影，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。那这边我也开飞影啦。哦，这边阿红选手我看起来问题很大。什么？后面装的是阿红。好。哦，你也开飞影了是不是？我也开飞影了。你怎么可以作弊？什么作弊？我开了我全程最好的飞影啊！我不是说好要手转叠新珠吗？我刚刚这样啊。我是实况主，你是疯子。哦，那接手。不要。这边你没有卡水珠哎，厉害吧？看来你出门可能有先拜过拜，有扶过。不过老奶奶走路，运气特别好哎。好，另外一位我们的挑战者来到了五鼠强化盾。哎，其实你们，我这样的run你的进度还是差不多哎，是不是？看到实况组，但是你要这边你要怎么解了吧？你要怎么解五鼠强化？魔法，魔法龙克。龙克的部分，对啊，虽然这边会花比较久的时间，也有可能，但是我们稳着来，对对对，我们没问题，逆来顺受，好，尴尬尴尬，哦，还是有转到四康宝，没问题。究竟我们的两时通关选手会不会两时通关？看来是没机会了，感觉你就要临时了。好，你可以在那边吃一颗石头等我，吃一颗石头等你吗？好了，我们来到，换我来到了这个叫啥的。啊，康宝水晶康宝盾，好，会抖吗？你的手会抖吗？一二，不要抖，你的手不要抖。我长几康了，我长几康了啊！多一康啊，多一康。哦哟，我说你结果转完会多一康。好，我们另外一位挑战者也默默的来到王冠通关了，恭喜我们的两时通关，你好快啊！你是不是用了五成力啊？然后用剩下的五成在等我，轻松啊，所以我才一直帮助你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你屁！我这么不公正，然后你才没有帮助我，结果对手还赢。好了，我先开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吗？好，鸟选手加油！我很加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稍微等我们鸟选手一下，他。比较老，初老转的比较慢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这边我们鸟鸟选择开了秦始皇，哇，你是在选其他选手啊？我们这边也是开秦始皇一。啊，我怎么死了？谢谢你的精彩表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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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死了？我怎么死了？啊，那个只有愿我知道，让我猜，你很想送观众石头。我看到你的心，我直接看穿你的心。好，可以。那这边我们参赛者尹鸟鸟有没有什么话想讲？好，烂。什么？没有，他说非常感谢啊，好，很感谢，感谢。哎，我们友谊握手，友谊握手，好，谢谢。